啊，我们南海子的得名啊。后边看没看到三个塔？这是大鹏鸟啊。我们感谢一下咱们汤师傅，特意给你们绕了一下，让你们看看咱们大理的地标性建筑。来，再往后看，往后边看，三个塔，这叫什么呀？知不知道？对，崇圣寺三塔啊，咱们大理的地标性建筑三塔，咱们行程内呢是没有的啊。现在这个三塔很少被纳入行程了，为啥呀？一说到这个崇圣寺肯定是一个寺庙，因为大理呢是一个庙乡国，自古以来啊，像我们带团去你们杭州那边啊也是一样的啊。现在中国很多寺庙，大家有没有发现烧高香的地方特别特别多，是不是啊？